上一集说到呢，作为隋朝从辽东城撤退回来的官军士兵呢，秦琼在洛阳城下还遇到了老上司来护儿，但当时呢，他也没有跟从这位老上级去干，毕竟他当时只是隋朝的一个大兵，他自己根本就没有选择权。毕竟呢，作战勇敢，秦琼呢就被隋朝呢派回到他自己的老家齐郡，跟随呢当时任齐郡郡丞的名将张须陀一起征战。齐郡的治所呢就在秦琼老家历城，也就是今天的山东济南。讲到这里呢，实际上就出现两个问题。第一，秦琼为什么被留在老家山东？第二，他为什么被派到名将张须陀手下当兵？先说第一个问题，秦琼呢毕竟是跟随皇帝到过辽东城的，作为军中勇士呢，作为昔日征辽的远征军，他为什么留在山东呢？就是因为对于隋朝政府来讲，当时山东盗贼太多，就起义军太多，当然这盗贼是加引号的，需要呢多派秦琼这样的勇敢的官军去平定。问题又来了，为什么山东这么多起义军呢？最初的原因呢，实际上还是源于隋炀帝。由于呢征伐高句丽，频繁的徭役挤占了耕种时令，山东啊、河北等地农田大面积抛荒，各地就爆发饥荒了。而隋朝各级的贪官污吏呢，依然是横征暴敛，竭泽而渔。如此一来呢，山东等地老百姓就等于是彻底被逼到了死亡的边缘。百姓要在暴政当中生存的办法只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让自己变成暴民，因为当时做良民已经没活路了，做暴民还有一线生机。正所谓物极必反，所以说这个老百姓也造反了。隋朝国内啊，在大业七年，第一个拉大旗造反的就是秦琼的山东老乡邹平人王勃。当时呢，王勃自称知事郎，在这个长白山啊就造反。但这长白山不是东北长白山，就是今天山东邹平县的一个小山头。为了宣传呢，这个王勃还编了一首《无相辽东浪死歌》，歌中唱道：“长白山前知事郎，唇着红罗锦被裳。啊，长槊青天半，抡刀耀日光。上山吃张禄，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必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这歌词通俗易懂啊，振奋人心啊。与其我们死在异乡辽东做穷鬼恶鬼，还不如就当地造反和官军拼命，大酒大肉欢快一时也值了。这首所谓的劝世歌吧，当时就到处流传，成为齐鲁大地最火爆最流行的民间歌曲。由此一来呢，各地的饥民和流民纷纷加入王勃队伍，有吃有穿，而且他们在齐郡等地劫掠朝廷的府库，四处袭击官军，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因为王勃由于他的这种示范效应，使得山东各地的英雄豪杰无不怦然心动，有二学二啊，大大小小的反隋武装仿佛是一夜之间遍地开花，四处风起，山东河北等地豪杰也是不甘落后啊，啸聚山林，到处攻击城邑啊，劫夺资财，使得隋朝地方政府当时焦头烂额。所以说当时对于隋朝政府来说，山东就是造反的重灾区，所以需要秦琼这样的官军勇士在这些地方帮助呢镇压这些起义。有造反的人必然就有镇压造反的官。在山东呢，隋朝政府最得力的干将就是张须陀。好将要好兵啊，秦琼呢就被派到张须陀手下。张须陀这个人是弘农人，弘农就是今天河南省灵宝了。史书上讲这个人性刚烈，有武略，曾经呢跟随抗击突厥的名将史万岁手下立过大功。在隋炀帝刚继位的时候呢，他还跟随杨素参加过平定隋炀帝的弟弟汉王杨亮的叛乱。张须陀担任齐郡的郡丞期间呢，为解决当地饥民吃饭的问题，在没有得到上级命令前提下毅然开仓放粮，所以说呢，这是个爱民如子的好官。山东王勃造反之后呢，活动区域正好在张须陀的管辖范围内。当时隋朝说句实话，天下承平日久，百姓多不习兵，
地方官吏呢，每每与农民军一作战呢，或者是弃城逃跑，或者是开门迎降，唯独张须陀是勇战善战，加上呢他善于抚育士卒，甚得军心，多次打败王勃。张须大战呢，王勃当时联合十万多人和张须陀相战，当时张须陀手下只有两万人，结果把王勃打得大败。消息传到朝廷，隋炀帝特高兴，下诏褒奖张须陀，而且呢，他对为这位勇将的这个相貌还挺好奇的，因为张须陀是个文臣出身的勇将，就派人呢把他相貌画下来，然后呢高悬在朝堂之上，给这大臣们做榜样，自己呢也经常看一下，高兴一下。我们许多人头脑中都有一种思维惯式，隋炀帝坏人，那么造反的人呢一定是好人。由此推之，凡是帮助隋炀帝镇压造反的人，比如张须陀，一定也是坏人。其实未必，这个太简单推断了。隋朝大将张须陀呢，本人是一位忠烈的汉子，又是一个爱民如子的好官，在他心目中呢，有着忠君爱民的这样一种原则，他一直努力维护的就是他那个时代纲常和秩序。当然与隋朝那些贪官污吏啊、鱼肉百姓那些官员相比呢，这个张须陀呢肯定是有着本质的不同的。到了大业十年呢，由于接连击破数十万农民军，张须陀威震山东、河南等地，因此军功这么大，他就被升迁为齐郡通守，又领河南道十二郡，处置讨捕大使。也就是说呢，他被隋炀帝委派为啊管河南道的整个的高级军事官员，有罢免和提升官吏的这样的大权，而啊他还有在十二郡内讨捕盗贼的那个大权。隋朝的河南道，大伙儿别误会了啊，那比现在的河南省要大得多，包括了今天山东、河南两省的全部，还包括了河北、山西、江苏、安徽等省的部分区域。所以张须陀的这个官，就是类似后世那种钦差大臣那样的这个官，管辖权特别大。乱世才会出英雄，恰恰是在名将张须陀手下啊，在隋末这个大动荡的时代，秦琼、秦叔宝开始了他出人头地的这种征程。那么是什么样的机缘才能使秦琼、秦叔宝扬名立万呢？我们要知道，秦琼当时是隋朝官军啊，跟随张须陀，他首先就要和那些农民军作战。秦琼在张须陀手下的第一场大战，就是和势力强大、来自河北的农民军卢明岳部队作战。卢明岳是涿郡人，也是今天北京地区的人。趁着隋末四海鼎沸之际，哥们拉起一杆子人马，发展非常迅速，一年多下来就攒了十万多人。于是他转战驻鄂，就试图往山东地区发展。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呢，秦琼就跟随着隋朝大将张须陀呢，来到驻鄂和卢明岳部队的起义军相持。从人数上来讲呢，卢明岳当时手下有十多万人，张须陀只有一万多人。从实力上讲呢，我们不要以为卢明岳他所率的农民军就是什么刘贼，其实在他的部队里有不少是从前的隋朝职业军人，和那些因为逃跑而怕被杀头这个隋朝雇佣的这种义夫，战斗力是一点都不差，要勇力有勇力，要经验有经验。而反观这个时候张须陀的部队呢，不少还都是新募的那些新兵，战斗经验还真不如这一路攻城陷阵的卢明岳部队。双方开打之后呢，各有输赢，也一下子分不出胜负，就开始列营对峙。卢明岳呢，一路上劫夺官府的粮草，人数虽然有十多万，但是粮食非常充足。而张须陀这部人马，他从齐郡过来，很快就发生缺粮的问题，几乎到了无米下锅造饭这样的地步。隋军呢人数少，缺粮呢还不能马上逃跑，这个时候如果张须陀他先撤军，卢明岳必定会乘胜追击。为了万全呢，即使要撤退也该想出一高招。经过一番苦思冥想，张须陀决定走一步险棋。于是呢，他对军中将士说，如今呢，我们军无余粮，不可能长久这样支撑下去，但如果我们匆忙撤退，敌人肯定会乘势追杀过来，或许杀得我们寸甲不留。因此呢，现在我有个险招，不知道谁能替我执行。我们想一想，本来军队就处于这种被人包围、缺粮、马上被歼灭的险境，如今还出险招，那简直就是自找着找死了。所以没有一个人出声。如果我们撤兵，
敌人一定会倾巢出动，全力追赶。这个时候他们大营肯定空虚，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半路埋伏偷袭敌人的营地，我们必然成功。眼见没有人应声啊，张须陀也着急，只得向军士们摊牌。如此呢，兵行如此的这种招数万分危险。这话说完呢，等待张须陀的是更长久的沉默。哎，如此好计，何人为我行之？何人为我行之？张须陀也急了，高问了数声。这个时候，一位身材高大的士兵出列了，大声说：“我愿意带人前往。”谁呀？讲话的不是别人，正在军中呢，想要勇武声名的侠肝义胆的，当时还是普通兵士的秦琼、秦叔宝。每个英雄啊，都善于掌握露脸的时机，关键时刻，秦琼就是敢于担当。当时张须陀呵，眼泪差点流下来，非常激动。终于有人敢当这个敢死先锋了。虽然秦琼当时只是一个兵丁，张须陀仔细打量他一阵，点点头，对他说：“我给你1000人马，都归你统领。”张须陀话音刚落，又有一个奶声奶气说话的、还没变声的少年站出来，大声喊道：“我也要去！”秦琼出列表态之后呢，紧接着又从队伍中站出一个少年人，意气扬扬，也要和秦琼一道呢，去出骑兵破敌。万马军中如此有胆有识，那我秦琼、秦叔宝这样的好勇，这个人又会是谁呢？他就是隋唐时代又一个传奇英雄罗士信。熟悉评书《隋唐演义》的这个朋友肯定知道，大力士罗士信。那么熟悉评书《说唐》的呢，肯定熟悉白马英雄罗成。《隋唐演义》有不少虚构啊，说当时天下有18条好汉，李元霸是第一条，而唯一能够和李元霸对敌的只有罗士信一个人。这两个人都是力大无穷的啊，那种憨中带傻的人物。演义当中，这位罗士信能够横推8匹马，倒拽9头牛，是瓦岗军的瓦岗寨超级秘密武器。每当遇到强敌，无人能打之时，必然会派出罗士信杀敌。最后呢，他被混世魔王程咬金封为瓦岗寨镇殿大将军。罗士信武艺方面虽有万夫不当之勇，但是全靠力气搏杀，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没什么技术含量。而说唐演义当中玉面郎君美男子罗成呢，是秦琼表弟，武艺超群，品性霸狠。我现在告诉大家，两部演义当中的罗士信和罗成真正原型都是一个人，就是真实历史当中的这位自告奋勇要和秦琼一起去打伏击战的罗士信。我们仔细爬书历史，真实历史中罗士信绝对不是隋唐演义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蛮汉，更是和说唐当中那个英雄罗成就是差不多一样这种智勇双全之人。英雄少年罗士信呢，和秦琼还真正是老乡啊，他们都是齐州历城人，但这两个人一丁点亲戚关系没有，既不是表弟也不是把兄弟，当时他们都是勇将张须陀的手下。最让人悠然神往就是罗士信的这种出道经历，绝对就是一部英雄传奇，说出来啊，让我们现代人根本就不相信这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完全就是武侠小说中才可能出现那种奇特情节。所以自古英雄出少年这句话安在罗士信身上是最恰当不过的。新唐书忠义传中这样记载罗士信：隋大业时，长白山贼王勃、左才相孟让攻齐郡，空手张须陀率兵击贼，士信已执衣，年14，短耳汉，请自效。须陀疑其不胜甲，少之。士信怒，披重甲，左右剑，上马固免。须陀许之，击贼为水上，阵才列，执长矛驰入贼营，刺杀数人，取一戟掷之，乘以矛带耳行。贼皆持具无敢抗。我们要熟悉古汉语呢，肯定会对这一段击节叹美。寥寥数句就把少年英雄罗士信描写的活灵活现，日后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呢，基本上都是照抄这段故事。就是讲什么呢？隋朝大业年间，长白山一带盗贼王勃、左才相孟让等人啊进攻齐郡啊。注意啊，封建王朝史官修书的时候都把农民军称为贼。其实呢，说句实话，当时以隋炀帝为代表的隋朝官府实际上是最大的民贼。齐郡通守张须陀呢，当时率领官军击贼。当时的罗士信只有14岁，身材短小精悍，要求上阵杀敌。张须陀看他是个小孩子，连甲胄都可能穿不上去，就不同意。
罗士信大怒，身披两副盔甲，悬挂两壶剑，飞身上马，左顾右盼，英姿勃勃。张玉头一看，哟，这少年如此英武，哎，好吧，你出战吧。于是这位罗士信跟随着张须陀到渭水。当时呢，这个敌人是谁呢？就是势头正盛的郭方鼎的部队。这郭方鼎的部队呢，也是一部起义军，正在布阵。少年罗士信突然纵马冲入，我看到骑马过来是个小孩子，装个大人。敌军不以为意，或笑或闹，就指着这个罗士信笑话。岂料罗士信发威，挥舞长矛如飞，连杀数人。奔驰之中，他用刀斩下一名敌军的头颅，看也不看，往宫中，哎，高高一抛，马上再用长矛长槊挑着，昂昂而行。这趟表演当时就把敌军吓得是张口结舌，没有一个人敢上来接战。于是张须陀趁势率领大军发动猛攻，趁着敌军丧魂落魄之际大败敌军。这就是所谓自古英雄出少年。渭水大战之后，我们少年英雄罗士信声名大噪，日后征战沙场，他每杀死一个敌人就割下尸体上的鼻子藏好，回来以后按鼻子数量啊代替首级报功。从此呢，罗士信就成为天下闻名的一员少年猛将。看到这里，有观众也可能又不大理解，你别人这不割手报功吗？他干嘛割鼻子呢？大伙儿想啊，这孩子就是一少年天煞星啊，每次出战必定会杀死好多敌人。如果你是割手级，你叮啷啷的把那脑袋都挂在那个马头上，太占地方，所以他才会割鼻子作为领功的证物。为此呢，张须陀欢喜无限，他把自己所骑的良马赠送给罗士信，日后作战张须陀自己身先士卒，罗士信紧跟其后，这二人几乎是所向无敌。隋炀帝当时听到这个报告之后，就派遣了使者对他们进行专门专项的慰劳，画下张须陀罗士信对阵之时那种勇武的那种相貌那种姿态来观看。大家要知道当时罗士信多大，仅仅是4岁，我们想想古人算虚岁，也就是今天13岁多一点。一个13岁少年如此英勇神武，他当时表现出来那种勇敢胆识那种武艺，太让我们现代人惊讶，简直是匪夷所思。对于我们今天人来讲，天方夜谭，武侠童话。我们现在14、15岁的男孩子，你打个游戏机啊，什么还都可以，打个吃鸡什么，拿个枪，你说真正上战场拼杀绝对是想都不可能想的事情。但是我们中国古代就是出过这样的少年英雄。那么这一次罗士信和秦琼一起破敌，结果如何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说。